没有没有电机啊。哦。直接下刀子，兄弟！直接倒地，兄弟！捡气球捡不起来呢，没法撤，没法没法后撤捡气球了。我空军车，一点想要开枪的样子。哎，好，撞得好，哎，灵性，撞得好，本来就挂不上了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机械师有那个了。机械师有权，我杀前锋没有用。我他妈！起来，再来打啊！
他不是走过去开了有三个人吗？搞快点，我要偷个传送出来，一定不能让他们开了，开了就平。楼上好像有人。把空军的磁波骗出来。开不完，你开不完，你难不难受？你没自摸。你开不完，老子四杀。怕我的样子，好吧，他是真的不怕。我好像是怕个什么？
怕是节奏不好了哟，先别赶走，先是不懂他怎么这么灵机，前锋开一台了，难受啊。没修到就很伤了呀，难受啊，就更伤了呀，起来我就给他一个高射炮，说我在这能不能吐到他，我感觉可我可以，哎，妈往我这打枪还往我这跑，一枪有什么作用呢，还有很多，看我杀不杀了你，先就不修了，孤军飞天再上去，怎么后面上去断掉了他的后路，下来你给他蹲啥呢，哎，假装没看到他，假装没看到他，哎新复活点赌一把，看又没有人杀人，我操还真有啊，但是他的大房啊，我感觉往南追的样子，大房先知你瞧瞧，宁乔乔大房先知，能追是能追啊，就是哇，这个人好聪明啊，他不翻窗，他不翻第二个窗，他如果翻第二个窗我就正视他了，有点贼的这个人，抓人抓慢，抓人抓得慢怎么办，
我也不懂怎么办，反正就是。哎呦，我是真地凡啊，我是。刚吐到能平，吐不到输，真是，啊不是输啊，就是直接就没了，感觉双吐到也要没，电击秀完了，这把要打开门站了。难受，不走。想挂左边的，挂右边。你先打你。然后再打他，记一下他倒的位置，这样能跑出去，我真的是。往这边拉，他应该倒在大房或者是角落，往这拉。手上还有个传送，现在只需要盯住这个前锋就行。不着急啊，你不着急我更不着急，我着急什么呢？我不着急，
那就一换一，我就不自杀了。爱豆不走。哎，本来能刺杀的，刚刚那个蛛丝没衔接上。又是这个复活点，喂！哎，算了，去一下木屋吧。去木屋感觉会吃亏。不抓了。抓机子。这么远？又放了个娃娃。空军在这儿，七月师在这儿。哎呦，我回，哎呦！没这蛇，难受，难受，终极，终极蛇皮，终极难受。哇，闪现还有几秒钟。终极恶心，终极这爆炸，终极难受。我你就狗他一口。这个咒术是迷茫了，他不知道该救还是不该救，想了一下，算了，救吧。我好讨厌哦，妙啊，就很捞，这个人就很捞。哇，这都能直接打、啊、现在年轻人已经头铁到这种程度了，还卡我板子，我操，还摊板，杀了你。压死，不挂，我要出去打娃。我有电击是遗产期啊，这电击。有点恐怖。前方好像再救一波，但是我感觉他不会救了。板子踢一踢，快乐踢板。两台都在修板。打不到。哎，
你完了，你没了。你没了，你。今天你穿着四枪枪，你他妈都能撞晕，这都能撞晕。真就撞晕呗。哇，那个人五层，有那么一丝恐怖，嗅到了一丝恐怖的气息。终极五层蛇皮怪，先来高射炮，先来个这个超远距离，超远距离狙击。有点预判有点过头，回去一趟，潜伏起来。出来，看到了。预判走位，哎，走位走位，哎，不靠近你，哎哎，折磨，哎，就走位，哎，啊，这就叫了，没意思，就走位。哎呦，真走位！不行，我今天就是要吐死你。就走位耶！位置就那样，还行吧。看看刷的人，调香师，左边呢？左边并不知道是谁了，我跑得这么快吗？我感觉我赶不上，追不上他。三层说不定能追下来。啊哈哈哈哈，啊哈哈哈，铁还是你铁啊，小伙子，铁就是好事，头铁就是好事。好，现在前期节奏是稳了，要好好处理这一把。中间应该有个人啊，有一台电机，那边有一台电机不修了，可能是原点过来，原点过来的应该是帐篷过来的，就这个钱。激动啥呀？只不过被他吃了一刀就好了。哇，我的个妈耶，强行让我双刀呗，拯救。不然可能不救了，还要救吗？竟然还要去，
OK， 就是为了逼枪救了，然后来拍我板。不回，这些人开始哦，来啊，怕你不成，人打团呀，然后毛女跟我撞脸，应该不会，这个破点小伙子敲诈，那我不逮你。让我追两个，哎我操，早上打了吐他干嘛，亏死。
哎呦！我操，是真他妈的菜！这都能鞭尸？抠脚了，抠脚了！这波调完施救，然后赶紧拉出去。我希望调完施救的不是鬼屋，他如果修的不是鬼屋的话，我这把还有。肥胖流，你在他妈逗逗我！这个人是二挂，调完是伤入死，先知肯定会起来。时间不够啊，往这挂吧。王女敲诈声音有点像是在这儿。想法，赌一把喽，赌这个先知跑门口，然后盲女。